可以呀、啊，对吧？小时候看我外婆炒、啊、炒菜，就是旁边站着就。要放什么？就是那个黄椒削青椒，这个那个叫花椒。这个呢？要不要炒花椒？我帮你，你先炒。给你们添麻烦了哟，不好意思哈。哇，第一次看鹏哥下厨做饭。这个大锅就是还是我家乡才有，我现在城里面都，嗯，还有这个烧柴的这个灶、嗯，都很不那个。哦。现在已经有香味了。有个反而爽。嗯，有。有，给我吧。先放这个吧。先放啥上面哈？好的。先把它炒香了之后，放了炒焦一点。我好香啊！我这一把也能关机了。烧火。科科喜欢吃腊肉。啊，对。嗯。我这个能关机了。哇，然后是下一步是吗？会炒了，会炒了哈！哇，这个是色香味俱全。要炒好嘞。要嘞。这个蒜还要放吗？蒜可以放一点点，其实最后放一点，可以不放，其实好。哎，有很寒呐。寒度这两米不行的。这是盘子小了，你要拿个大碗儿，老板。哇。就是那个碗，就是那个那个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稍微多些。再炒一小会儿。是因为我今天刚刚放的时候吧，那个腊肉其实爆的不够香，还得再其实可以再爆一会儿，完了之后效果它就焦一点的时候，哎，那个盐还需要加一点吗？不用不用，腊肉这些还能，味精也不加吧？不加，健康，其他都不加了哈，健康食品，是我们天生云阳的哈，未来天生的，好香啊！南京，真的好香，好幸福！今天我们吃坤哥做的菜，没有，是老乔他们家的出的菜。老乔，哦，对，我前段时间脱身还演了一个乔，对呀、啊，乔李杰，对，也是姓乔，有缘。你们家的菜啊，谢谢。我上面因为前面炒的，哎，你这炒这个是不是要颠勺还更有力一些？不用，其实。专业，差不多了哈。好，阿姨，坤哥炒的怎么样？哎，一般，这个菜比较容易炒。阿姨，您看怎么样？这个成色？很香。好，好嘞，哎呦，小心。没事。两大碗，来看看。好，加辣的。王快点去买上鸡了不？我帮你买碗筷嘛，拿皮老汉的一份垃圾。等等菜嘛，菜也要得。啊，等等，好，等。我们先把先前部队的菜上去。嗯。这个需要技术。哇塞，一点不浪费。我正在做菜呢。啊，好好来。好。好。我们俩一人一碗。怎么样？我们俩一人端一个吧。好，小心端着吧。你端着。啊。上菜喽！好。哦，上菜了。哎呦，好。上菜喽！好。太香了。抢手货，肯定是。哇。哇，小强，你敢相信吗？这是坤哥炒的。